黑是大洞泥吗？就是这个黑不溜秋的，感觉像是在度假忘了涂防晒的雪，简称泥中古听了，哇，好冻啊！我看别人吃的时候非常的好吃，津津有味的，咱们也来试一下。哇，好甜，真香，冻死我了！怎么这么冰啊？感觉像是在咬机动1800秒的凉白开。刚看了一下说明书，他说要找盆水给他先做个 SPA。咋感觉冻泥比我活得还要精致呢？刚刚差点就英灵掉牙了。喂，已经半个钟过去了，咱们来看看什么情况。捏起来有点软了，应该能吃了。我这个人一向是不爱吃皮的，所以我要把它皮的削掉。开车。很甜，很好吃哎，跟冰淇淋一样。沙冰沙冰的，网上有人说用力挤能挤出很多汁水，像奶牛一样。我来试一下，还真的可以，你们看，一直滴下来，哇，一半冻梨，一半饮料。特别好吃，哇，这个感觉太美妙了。这才是吃冻梨真正的吃法嘛。我感觉加点快乐水应该会更好喝吧。年轻嘛，就要敢于尝试。干了，兄弟们。哎呦妈，感觉就像在喝可乐味的苦瓜汁。